然后穿插着大家想听的歌，对，大家一会儿想听歌的时候可以举手点歌就可以了啊。就说到这个举手点歌，个子长得高一点的总是那么有优势一些。当然在我的路演现场，小姐姐点歌也比较有优势一些。我看到今天现场有很多漂亮的小姐姐啊。还有呢，就是在这个路演现场，我看了一下，我自己戴着耳返，我自己听我自己的声音是很高清的，但是大家站的位置，有的时候它那个就是音响啊，就是正面音响，正的站在那个音响正前方的时候，它音质特别的高清，特别好听。但是如果说没有站在那个前方位置的话，可能音响的效果没有那么好。然后大家在站在你的位置，听到有这个人声过大啦，或者声音过小啦，音乐声太大了，音乐声太小了，都随时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啊，跟我讲也可以。毕竟我来这里唱歌是为了让大家听得痛快嘛，是不是？我自己唱得痛快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得痛快。这个路演的过程中，大家有哪里觉得音响哪里不合适，随时的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沟通，跟我沟通也可以。哦，还有就是我是第一次到这个场地，我可能还有点紧张。有一个礼拜没路演了，上次路演还是在上次路演的时候，就还有一点有点紧张。大家呢也可以比较随性一些，大家好多看到现场有这个叔叔阿姨，大哥哥大姐姐，但是更多的还是我们的同龄小哥哥小姐姐，那我就当我跟咱们自己朋友之间玩了啊，就也不当你们也不要把我当外人，我也把大家当自己人。整个路演现场呢就是轻松一点就好，就是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姑娘来为大家唱歌了，就是这样。我们现场我先自恋地问一下，有认识我的朋友吗？有之前就认识我的朋友吗？哦，鸦雀无声。是因为我戴着耳返吗？能不能举个手，有之前认识我的朋友吗？能举个手吗？你们这些都是托，这些都是来自我们直播间的这些朋友啊。还有吗？就是我们的啊，这个小哥哥还有吗？也有。好，没有关系，虽然今天路演开场之前呢，我现在问大家有没有人认识我，鸦雀无声，但是我希望这场路演之后，哎，下次我再来这里路演的时候，说有没有朋友上次来看过我的路演已经认识我的，然后大家哈，我都认识。说了这么多就是放松一下大家，因为我自己有点紧张，第一次来这个场地。就之前总是去那个熟悉的场地，大家即便大家没有刷到过我，没有刷到过我的视频，也基本上都认识了。每逢几天，过几天这小丫头片子又过来唱歌了，过几天这小丫头又来了，原本不认识也已经认识了。然后今天呢来了一个陌生的场地，就可能有很多的朋友没有刷到过我的视频，不认识我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路过了往这一插，脑袋往这一插，这他妈谁搁这唱歌呀，我也不认识。所以呢先跟大家熟悉一下。所以大家现在知道我叫什么了吗？还是没有听到？哎，啊，好，知道就好。我看到我这个牌子我感觉有点搞笑，两个大牌子，一个闪闪不亮，一个人人爱不亮。就大家可以记住我的名字啊，我叫鱼闪闪，小鱼的鱼。往后退是吧？好，猫吃鱼的那个鱼，然后呢不灵不灵闪闪，就是后面那个一个亮一个不亮的闪闪。大家可以记住我的名字，我叫鱼闪闪。没有关注我的抖音号的朋友呢，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，我们每天都有更新作品。然后现在我们这个路演呢全程都在我们的 YY 平台，哎，看到我们工作人员的胸前有 YY 那个印的那个 YY 水标，都在我们的 YY 平台1761频道在线直播。然后林动，你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这个投屏一直投不上去，我先用手机打开我的这个直播间吧，要不然我看不到大家。今天带来的歌都比较熟悉啊，基本上可以不用背词的那种，除了两首歌，一首就是我刚试的那个50年以后，一首还有我前面也试的那个一路升华。这两首歌今天耗尽了我一天的脑汁搁这背歌词儿，还是没背下来。然后呢跟我们的在线上直播间的朋友们讲一下，这是我们的路演现场。接下来两个小时我将会站在这里为大家唱歌，中间呢还会有一些点歌环节。好，基本上就这样可以开始了吧？我还缺点什么了吗？还缺点什么你们想打听的八卦，比如说什么
年方几何呀，婚配了没呀，有什么想八卦的咱们中间再说，去我的那个抖音留言也可以。来，然后我们就今天开始今天的路演吧。我想一下第一首歌唱个什么呢，唱一个我拿手的吧，毕竟好多人不认识我，万一这一开口就崩了，直接吓跑了。大家听过《时光对面的我》吗？都听过对不对？嗯，这首歌我们有版权，就是之前翻唱过刘志佳老师的这首歌《时光对面的我》，今天先唱一下这首歌吧，反正这首歌大家好像都挺喜欢的。这可以，这首歌我记得住歌词。遇见是场意外，心却在风里摇摆，你的笑被下情隐给镜子前的彩排，我反复练习告白，常常在我梦里徘徊。玫瑰的名字若为爱，为何凋零成花海、哦、等思绪往前拨动，清晨谁又站在分裂的黑夜，你不知道风的颜色，不知道被吹散的轮廓，不知道时光背面的我思绪踏过星河，不知道雨的凉薄，不知道被的湿的沉默，不知道时光是本小说，而我是你一旁的角色。老师可以把那个音乐声调大一丢丢。我只是对不上词了，我过来看一下。遇见是场意外，心却在风里摇摆，你的笑被下起云给镜子前的彩排，我反复练习告白，常常在我梦里徘徊。玫瑰的名字若为爱，为何凋零成花海、哦、等思绪往前拨动，琴弦谁又站在着急的想在上面转圈圈，太大了，我觉得我一个人站在这里好空荡哦。哎，刚才是一首《时光背面的我》，那个老师好像是伴奏声有点小，然后听着人声非常的干吧。喂，拿过来，喂，嗯，接下来。来，我们来一首非常好听的《鹿港小镇》送给大家。前奏很长的，你们举着手机的不累吗？不能唱到那个副歌的时候再拍吗？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？我家就住在马祖庙的后面，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。
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，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？想当年我离家时他已十八，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。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，鹿港的街道，鹿港的渔村，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。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小镇，徘徊走命里的人们。假如你先生回到鹿港小镇，请问你是否告诉我的爹娘，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，都市没有当初我的梦想。在梦里我再度回到鹿港小镇，庙里膜拜的人们依然虔诚，岁月掩不住爹娘淳朴的笑容，家乡没有霓虹灯，鹿港的街道，鹿港的渔村，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。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，繁荣的街道，国度的小镇，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。再度我唱起这首歌，我的歌中和有风雨声，小镇，当年离家的年轻人。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，繁荣的街道，国度的小镇，徘徊在文明里的人小朋友叫什么名字？王浩宇。王浩宇吗？哦，我也姓王哎，咱俩是一家。在哪里？妈妈在那边吗？好，先去找一下。每次路演都用这么小的帅哥给我送花，真的是。我再坚持坚持，再等个十几年的。现在 OK 的，可以的。你们要给
就说话呢。啊，好像是有点热。对，有点热。哦，我出汗了吗？嗯，有点。今天穿的太厚了。还担心今天来这里录影的时候，还担心来这里会冷，然后还穿的厚毛衣，我里面还穿了一层裤子，有点热。完了。刚才这首歌呢叫做《鹿港小镇》，然后我刚才开场之前到处有去逛一逛，感觉这里有很多的小吃，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小镇的感觉。嗯，接下来我们唱一首什么呢？来首《鱼戏探》吧，好不好？今天也带来了几首古风的歌曲。哦，妮妮有带我的扇子吗？有带我的扇子吗？下一首再唱是吧 ？OK， 好。为了我的扇子，稍等一下，我们再唱点别的。那就我们的爱吧。电在哪里？我们不知道。这个版本的伴奏故事有点多。只要飞向时间的尽头。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大哥啊，谢谢大哥，哇塞，好像不会变黑。现在小朋友怎么颜值都这么高？天哪！你叫什么名字？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？何思远。什么？何思远。何思远吗？是何吗？何。何。何思远。言。言。何思言。你记住刚刚那个小朋友叫什么了吗？王浩宇。你俩是不是朋友？嗯。哦，我还说想介绍你俩认识呢。去吧。杨丽啊，永远的在，不再哭泣。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，直到现在，我默默默的等待。我们的爱，我明白，已变成你。是永远我都放不开，最后的温暖，你给的温暖，不要再问你是否爱我，现在我想要自由天空，远离开这被捆绑的世界，不再寂寞。是不是那个妈妈生小朋友的时候提前都会吃很多葡萄？那眼睛好大，好漂亮。谢谢小妹妹，谢谢。啊，蓝左红右，把自己笨到了。蓝左红右，啊，我去，又踩了一脚。啊，刚才是一首
我们的爱松了，听不到声音了。听阿凡没有了。喂喂，没有哎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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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，喂喂，不行哎，听不清楚了。换一副吧，换一副。嗯，老师可能需要换一个。喂喂喂，不行，是不是天线歪了？换一个好了。每天都有被自己蠢到。损坏了一副耳返，放兜里就可以了。中啊，放兜里。啊，没事。蓝左红右，我的扇子来了。哦，这个耳返好好用哦。啊，好好用哦，好轻哦，好清楚。来，我们来刚才准备好的鱼戏探。这首歌，这首古风的歌唱完以后，然后大家基本上也听了好几首歌，知道我的声音是个什么样的歌，有什么喜欢听的歌，可以现在已经可以再动动脑子先想一想了。等这首歌唱完以后，我们来一个点歌环节，好不好？我出汗，我这么出汗的吗？我把自己的耳机踩掉了，化妆师把我的耳环。擦掉了，真是一层层油。来，我们来一首《鱼戏探》。你那个界面上面总是有个东西啊，李诺。疏河流沙几聚散，日月沧桑尽变幻，乱世多少红颜化一声长叹。谁曾巨鹿踏破了金冠，千里兵戈血染，终究也不过是风轻云淡。长枪策马平天下，此番诀别绝为难，一声玉玺玉玺，泪眼已潸然。与君共饮这杯中冷暖，西风彻夜回忆吹不断，嘴里挑灯看剑切勿阑珊。埋下一曲离乱，数客生死方，寒杯此情一剑，血落凝寒霜。难舍一段过往，缘尽又何妨，与你魂归之处便是苍茫。枪策马平天下，此番诀别绝为难，一声玉玺玉玺，泪眼已潸然。与君共饮这杯中冷暖，西风彻夜回忆吹不断，嘴里挑灯看剑切勿阑珊。埋下一曲离乱，楚歌声四方，寒杯此君饮剑，血落凝寒霜。难舍一段过往，缘尽又何妨，与你魂归之处便是苍茫。寒冰刀剑纷乱，折断了月光，江畔只身孤舟，余生不思量。难舍一缘尽又何妨，与你来生共济山高水长。
又是你们先鼓掌，你们这样很假，你们这样让我觉得很假，一点成就感都没有。像是这边的观众鼓掌是被你们带起来的，你们下次先等一等，先不要鼓，等大家鼓起来的时候你们再鼓嘛，好不好？就你们有鼓掌吗？我刚刚没看到，哎，是被他们带动的鼓的还是自己鼓的？那再鼓一次好不好？谢谢小姐姐，谢谢那个漂亮的小姐姐。好，这首歌下来我们点上两首歌吧，好不好？大家有想好想要听什么歌，想要点什么歌吗？可以举手告诉我。哎，又有一个漂亮的，这个位置总是站漂亮的小姐姐。晴天，周董的 OK， 我应该可以唱。啊，又是你，小家伙，谢谢哦，沉不沉？灵动糖果嘞，这个小朋友跑了两次，多发两个啊，干的活比较多。哦，要用不对，那是房间。我听一下。好，我听了，我不会。我还以为是那个。要用多少个晴天召唤多少张相片，后来我反应过来那首歌好像叫房间，这个俺不会。还有没有哪位朋友想点歌？手举得好高哦。相依为命啊，粤语歌还是粤语歌？粤语很菜的。晴天，又是晴天。今天明明是下雨天。还有吗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是只听这两首歌吗？如果没有如果了。如果没有如果，好熟悉的歌名，不知道会不会。我听一下。哎呦，小乖乖，哎，我发现他们跟刚才那个小姐是一样的发型，哎，好乖哦。我该干啥？我送完花该干啥？领去那个小哥那领糖吃哦。那如果没有如果，是哪个版本呀？好多个版本。哎，那个小哥哥人呢？哪里？你窜那么快做什么？躲起来，点完歌就躲起来了吗？是哪个版本呢？有那个 Steven， 还有说唱，还有赵金亮、彭文江、陈娟，哪个版本？哦，可惜没如果。你记错了，这个不是我的缘故哦，这个不是我不会唱这首歌哦，其实这几首我都会唱了，这几个版本我都会唱，就是他想点的不是这首歌。直播间现在已经开播了是吗？妮妮，刚才号掉了。妮妮，直播间现在已经好了吗？只有若琳，不会吧？重新登了，如果还有的话，我们再改密码。应该不会有问题，应该不会。你手机如果要验，告诉我你的手机密码，到时候手验证。可以的呀，就在这里啊。
但手机不能拿太远啊，因为我手机这里连的热点。来，我们先唱。啊，说可能有人到我的号，吓我一跳。毕竟我平时直播那么多，对我有想法、暗恋我的小哥哥，这万一到了我的号去干点什么坏事，很方便啊。然后我们这首《光明之外》。双手停在我发烫的指尖，如何瞬间冻结时间，记住望着我坚定的双眼，也许已经没有明天。面对浩瀚的星海，我们微笑得像尘埃，漂泊在今天真的把自己蠢死。OK， 可以可以可以。面对浩瀚的星海，我们微笑得像尘埃，漂浮在一片无奈。缘分让我们相遇，那是意外，命运却要我们为难中相爱。也许为闪烁颠簸，却如此忘我。缘分让我们相遇，那是意外，命运却要我们为难中相爱。也许未来遥远在光明之外，我愿守候未知里为你等待。我没想到为了你笑，没有你根本不想逃，我的大脑为了你已经疯狂到脉搏心跳，没有你根本不重要。也许航道以外是醒不来的梦，乱世以是纯粹的相拥。我没想到为了你我能疯狂到山崩海啸，没有你根本不想逃，我的大脑为了你已经疯狂到脉搏心跳，没有你根本不重要。我没想到为了你笑，没有你根本不想逃，我的大脑为了你已经疯狂到山崩海啸，没有你根本不想逃。我没想到这首歌的代价太大了，给平板来了一下子，终于顺畅的把它给唱完了。好，刚才点了一些，就是我们现场的朋友们点了一些歌，那就我们，哎，真的被自己蠢到了。
我看一下啊，接下来还有哪些歌，赶紧把我自己带来的歌唱一唱，要不任务完不成了。嗯，我自己带来的歌唱不唱都没有关系，嗯，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歌可以先给大家唱一下，怕你们一会儿着急回家听不着了怎么办，半路溜了怎么办。这首歌特别好听啊，之前就是我在酷狗上听，后来酷狗上已经没有版权了这首歌，然后我今天在听他这首歌的伴奏的时候，发现这首歌的原唱也已经不能听了，只能听伴奏了。这首歌叫做《爵士舞姬》，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听的一首古风的歌，非常好听，我自己很爱，但是他现在已经听不到了。我今天出门一定是忘吃了什么药。你不要这样放，不要这样放。再来一下，就好歌可能代价都比较大一些。爵士舞姬，天下戏。风摇燃起乱风花，胭脂落泪染红霞，眉目如花一起施加，说陪我浪迹天涯都脱甲，心思就在那一刹，世界暗得双拳发，某种舞踏便无冬夏，君天下也只能道一声话，若一无端茶发，比你成下万千发，若我一无定天下，在你方寸起盘道也罢。啊，美人不如莲花圈，世人间只惊且叹，一曲终了与君断，却是无极天下仙。美人不如情千千，世人间只惊且叹，剑不断得理还乱，却是无极天下仙。我离他远点。起乱风华，胭脂落泪染红纱，眉目如花一骑是家，说陪我浪迹天涯都作假，若我一无端茶罢，比你成下万千发，若我一无定天下，在你方寸起盘道也罢。起了风华，胭脂染泪染红霞，眉目如花一起日佳，我陪你荡迹天涯，心可在一刹那，舌尖暗得双拳发，某种舞台君临天下，只能道一声话，是海他燃起风沙，比你成下万千发，三千压杀的忠诚虚华，却是无极此生一了无牵挂，美人不如莲花圈，世人间只惊且叹，一曲终了与君断，却是无极大家，感觉我们的灵魂得到了共鸣。这首歌叫做《爵士舞姬》，嗯，目前呢，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听不到了。嗯，然后我看一下啊，我觉得比较好听的，50年以后吧，好吗？最近特别好听的一首歌，《50年以后》。我今天就是背它背了一天的词儿，我先试一遍，如果我的歌词背不下来。我们就再来一遍，我今天那本再给背下来，那本再整下来。
此生最好的运气就是遇见了你，刚好你也爱我，我也爱着你，在这个尴尬年纪，我不再是一个人，多幸运能和你在一起，此生最大的欢喜就是等到了你，是你带我走出那片沼泽地，从我们交换心意，深情相望那刻起，我的余生就是你。我希望五十年以后，你还能在我左右，和你坐在摇椅里，感受那夕阳的温柔，听微风轻轻地吹，听河水慢慢地流，再聊聊从前日子，刚谈恋爱的时候。我希望五十年以后，你还能在我左右，那时都已白了头，还想听你叫我丫头，轻轻牵着你的手，紧紧靠在你胸口，这个画面是不是就叫做长相厮守。好，第一遍我没有背下来。小姐姐，就你们这群单身狗，想点眼睛，那个，要不我们再来一遍？感觉刚才没有唱好。老师，这首歌可以把那个就是伴奏调小点，或者人声调大一点，我有点听不清楚自己的声音。就伴奏小一点，或者人声大一点都可以。
此生最好的运气就是遇见了你，刚好你也爱我，我也爱着你，在这个尴尬年纪，我不再是一个人，多幸运能和你在一起。此生最大的欢喜就是等到了你，是你带我走出那片沼泽地，从我们交换心语，深情相望那刻起，我的余生就是你。我希望五十年以后，你还能在我左右，和你坐在摇椅里，感受那夕阳的温柔，听微风轻轻地吹，听河水慢慢地流，再聊聊从前日子，刚谈恋爱的时候。我希望五十年想听你叫我丫头，轻轻牵着你的手，紧紧靠在你胸口，这个画面是不是就叫做长相厮守？谁都已经有朋友在跟着唱了，哎，证明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受大家欢迎。我们现场呢还有两个，就是我的同事小姐姐偷偷的藏在人群中，戴个帽子戴个口罩隐藏在那边。来，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就这样子组合两个小姐姐。他们是我今天就是请过来的嘉宾。
也是非常的多才多艺，而且还非常的有综艺感。话筒有够吗？稍等一下。有声吗？我们先聊个天嘛。OK。喂。哦，有声音了，有声音了吗？可以。有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这个我就不带头了，这可是正儿八经的这个主持人范儿，我就把。我们今天就是来主持的。野生主持人。那你这个主持来的有点晚哦，有点迟到了哦。哦，我很早就在那边当粉丝了。啊，我扣不下来。来，我把那个这样就是。因为之前没有准备你俩的伴奏，然后一会儿你可以在那个全民 KTV 上下来伴奏。然后呢，我先把舞台交给我们的闪闪，可以先休息一下，因为毕竟真的唱了很多很多歌。其实我们是来就是看闪闪路演这样子，然后呢，突然我们这样感觉是很像路人吧？我们是路人，应该真的蛮像的吧？但是好没事，但是平常我们的业务是主持。对，所以不要怯场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有带了一个礼物过来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哦，还没要回答问题。要回答问题。要回答问题，我跟你讲，没有下毒，不用担心。我看一下是什么啊？好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那个轻脂的啦，蛮健康的。对对，少糖，少糖。好，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？哎，我们先讲一下，刚刚闪闪有说呢，我们是在哪个平台直播？哦，有很好，有人答对了，但是呢，这个不是我们的答案。对，那我们来问个问题，请问一下，重点是闪闪是在我们 YY 直播的哪一个频道？我还没啊，三二一哦，三二一，三二一，要举手哦，来准备哦。六还没，还没倒数，还没倒数，我觉得很热情，太心急了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拿一杯好，太热情，我觉得没有送不行，可以还有吗？还有礼物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来回答这一题。OK OK OK。三二一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三二一。我还是觉得他很热情，很大声，我觉得要给他。你们等一下，你们等一下，托等一下，托等一下。哦，你要说这话。诺奖感言。即使这杯奶茶有毒，我也会喝掉它，然后我会离开这里，省得你搬尸体的烦恼。等一下，你要说闪闪唱歌好不好？闪闪唱歌我是最喜欢的，对。那我们主持怎么样？主持人我是最喜欢的。那这样，那你要关注我们。你知道我们是频道号几号？我在转。等一下，我频道号几号？完蛋了，不知道。下一题。我们都还没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们叫就这样子，我是小月。我叫泡面。对，我们也是 YY 的主播。嗯，对，我们的 YY 的直播间是。1931你什么？你是我们频道的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不对。我说1931是哪里？1939啊，可以找。1939，完蛋了，我好像是假装的编组。对，你真的是来开玩笑的吧？好，没事，那我们来唱歌好了。好好好。对对对，我们还是来唱歌。来唱歌，来唱歌。虽然我们就是。我是假装组合的人。等一下。这个密码是几号？大家平常呢，手机啊、iPad 都会有密码。请问一下，密码几号？我们在这现场。我好像有点破解不了这个密码。有人可以救我吗？可以救我们吗？可以救我一下吗 ？Hello， 喂喂，电话有点。那我们继续聊个天。这个平板是谁的？妮妮。闪闪闪闪的。哦，这个密码你知道几号吗？对对对，就是我以前，我应该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词叫做社交牛逼症。对。然后我觉得刚才那位哥哥。我是在说你，我觉得你很棒，你要不要点一首歌？你很棒，真的。我们唱这个，有，网没了是吗？网也没有了，那我们就只唱一首歌了。我觉得我们是蛮能聊天的，真的蛮能聊天的。那我想采访一下我们现场的各位，不要紧张哦，不要紧张。我们是第一次看闪闪路演吗？有吗？牛逼症哥哥，等一下，他现在有昵称牛逼症哥哥。哦，他想发言，好了，给他机会。说什么？你是第一次看闪闪路演吗？是的，第一次看我就爱上了他。那可以一直爱吗？是的，我会爱到天荒地老。那你现在手机拿出来，赶快下载 YY 直播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等下要检查哦。送给大家一首后来。后来。
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。哦，一起来好不好？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，爱你你轻声说，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，那个永恒的夜晚，十七岁仲夏，你吻我的那个夜晚，让我往后的时光，每当有感叹，总想起当天的星光。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，而又是为什么人也消失，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。在这相思的深夜里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？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，现在也不那么遗憾，你都如何回忆我的这笑或是很沉默，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。后来我总算学会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。我要先自己拍手先自己拍，因为我也是一个社交牛逼症的人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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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后来送给大家。线上朋友们大家晚上好，记得等一下多多关注闪闪，他真的太会唱了。对对对，大家可以来下载我们的 YY 直播。你都如何回忆我的这首故事很沉默，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。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，永远不会再重来。谢谢，后来送给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现场热情的朋友们，真的很热情，真的感谢大家。哇塞，没有带小礼物、啊、怎么办，我们没有小礼物的、啊、没有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其实我刚刚有看到现场真的有人会跟着一起唱，真的就是我们等一下刚刚唱到一半，然后就来换你这样子。
真的觉得还没有唱那种很伤感的歌是正确的选择，我怕大家跟着唱会流泪，太难过了，这样是吗？对对对对对，闪闪有啊，他我觉得漂亮哦，有点美丽的身影。真的，我们两个要不要赶快把口罩戴好？啊，我怕太漂亮或对比起来有伤害。等一下我找一下我的口罩，那我用手遮好了。我的口罩有对比就有伤害，对对对，没有对比没有伤害，这样子。对对对，我没有对比没有伤害。我们知道有很多朋友是第一次看闪闪的路演。他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场地。对，其实我们今天以为是会在别的地方。对，然后就说哎，在这边哦。结果我们两个本来想说我要很早过来，要站前面第一排位置。对，我们要摇滚区，摇滚区。对，结果我们在后面逛街逛了一下。哦，这边真的很不错。你们大家都常来这个地方逛吗？真的，是很常来吗？感觉这边人很多，是吗？以后可以常来这边路演的感觉。没有，对对对对，问一下大家。你们这常住户，就每个礼拜都会来逛的，有没有举手？他们说是哦，是是是，对，可以可以，我觉得真的不错，说不定走着走着就遇到我们两个啊，因为我可能也会常来了吧，这真的很优秀哎，真的，对，你知道就是在闪闪面前就不太敢放肆唱歌，因为她真的是完美女高音，真的，所以呢，每次来闪闪的路演，我们两个都说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主持人。主持人，对，就是大家以后想就是看到这个路演由我们主持的话，就可以多多，对，可以 cue 我们。哇哦，真的是。等一下，我要把脸遮起来先。来来来，你看，我是第一次来这里，我也怕大家听不惯我的声音，我要先把自己放得很低。我不是专业学唱歌的，我只是一个喜欢唱歌的。你俩这么一架一台，怎么办？人家讲。他们把闪闪说的那么好，我听着很一般，怎么办？哪会，你很优秀好不好？真的是，你看哦，不是专业学唱歌的，我们三个都不是专业学唱歌，对对对对，就是喜欢唱歌，都是喜欢唱歌，自己慢慢摸索的，唱着玩的都是，对对对，是真的真的哦。你这样我有点接不下，因为你真的唱太好了，怎么办？对啊，没有好吗？那你等一下是直接给大家点歌，还是说先准备的？大家想听我准备的歌，还是想点歌？你们大家想点歌吗？点歌举手好吗？看看有吗？那位社交牛逼症的哥哥，真的，他如果没有去你直播间，我找他算账。他刚才说了什么？我刚才换衣服，觉得不知道哎。他刚刚说最爱你，要一辈子。对，他说第一次看路演，但是已经爱上你。哦，在直播间啊！哦，已经在直播间。好，今天我接下来第一首歌，我就唱他点的。哦，我们爱你这辈子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先辛苦啊，辛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辛苦，辛苦，辛苦。换了身衣服过来，来，我听这个社交牛逼症哥哥想听什么歌？我要去听闪闪的后来。要听我的后来？你这太过分了，人家刚唱完。我就想听。换一首。我想听你的故事。想听我的故事？我的故事。我觉得我的故事吧，尤其是今天的故事，还是唱一首《我太笨》吧。稍等啊，把耳环。今天不是掉耳环，是掉耳机，就是摔平板。十年。啊，刚唱过50年，现在唱10年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大家今天是穿越之旅。那我太笨，放一放，10年。这首歌太经典了。等我，喝口水再唱。老师，这个伴奏声有点小。
好好，可以了。突然间耳朵一阵猛音来。是分手。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，牵牵手就像旅游，成千上万个门口，总有一个人要先走。回报既然不能逗留，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片泪流。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，边享受一边泪流。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悲伤的理由。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，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，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，也为别人而流。很经典的十年，这种经典的歌一般不敢唱，唱好了哇好棒啊，但是一般很难去唱好它，如果唱不好的话还要讲，唱成这个样子还敢唱我们喜欢的歌，还敢唱我们的经典。我看一下啊，我今天还准备了什么歌，我太本固车密码全是数字一个生花。你是来送我气球的吗？不是，谢谢你哦。我们来一首《知足》吧，还是很熟悉的一首歌，但是，今天带来的是那个苏运莹版本，一个新的版本。我喜欢老歌新唱，一些经典的歌唱出新的味道。当一阵风吹来，风筝飞上天空，为了你而祈祷，而祝福而感动，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，才发现笑着哭最痛。
去拥有一道彩虹，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，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，会不会吃醋，其实才是永久。笑容要怎么收藏，要怎么拥有，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，会不会放手，其实才是永久。当一阵风吹来，风筝飞上天空，为了你祈祷，而祝福，而感动。终于，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，才发现笑着哭最痛。那天你和我，那个山丘。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，那样的快乐那么足够，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。感觉不是我最好的状态，可能没有唱好，但是可以把这个版本的知足分享给大家，是比较慷慨激昂的那种唱法吧，就是这个版本我是听过苏颖颖版本的这个知足，然后今天把这个版本带给大家，可能不是说特别好听，感觉今天状态总是差那么一点。为什么我又换了短裤呢，就是我还挺怕冷的，然后里面还穿了这个光腿神器，然后再穿短裤，因为我发现抖音的兄弟们在评论下面说闪闪的腿没有了，冬天来了，闪闪穿长裤了，也清洁了，今天把你们的青春再给找回来。
接下来我们点几首歌吧，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？可以可以，举手。还是刚才曾经你说。很执着，曾经你说，说就说。呀，我的手。曾经你说。来了。你的心里不再有我，从幸福到落寞，预想不到的结果。说好的爱已经忽略，我被青春逐你的世界，想不通对错，是不是你的身边多了一个他？是不是我能给的还是不够多？你要什么？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眼眸，用尽每分每秒在身旁为我停留，我心以为这一句句刻在我心头，换来了忘不掉的痛。曾经你说那暖风那云朵都不及你的深情，哪怕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倒流，转身的时候忍不住想把你挽留，可最后你还是要走。是不是你的身边多了一个他？是不是我能给的还是不够多？你要什么？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眼眸，用尽每分每秒在身旁为我停留，我心以为这一句句刻在我心头，换来了忘不掉的痛。曾经你说那暖风那云朵都不及你的深情，哪怕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倒流，转身的时候忍不住想把你挽留，可最后你还是要走。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眼眸，用尽每分每秒在身旁为我停留，我心以为这一句句刻在我心头，换来了忘不掉的痛。曾经你说那暖风那云朵都不及你的深情，哪怕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倒流，转身的时候忍不住想把你挽留，可最后你还是要走，可最后你还是要走。这个小哥哥特别执着的要点这首歌，是不是那个用什么故事啊什么的，有也好没有也好，就这个歌词他不是说可最后你还是要走吗？让他走，
下一个更好，下一个更乖。哼哼，刚才是一首《曾经你说》。嗯，还有点时间，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告诉我？现在都已经听，都跟我已经熟了吧？不害怕我了吧？可以放心大胆的举手了吧？你看，在这里看了我这么久了，我也没有失人呢。小胖，我不知道听什么歌。你有没有看直播间？有没有看直播间？没有，偷懒。哇，这里又有一个漂亮的小姐姐。单依纯的《永不思念的爱》。哦，这首歌我知道哈。然后下一首歌让我们直播间的哥哥来点吧。还有小哥哥。想见你。我想想啊，《永不思念的爱》，想见你，好。爱你。那个什么，一个歌名而已，后什么后什么，是那个。有那个邓紫棋的，嗯。阿刁。男孩。男孩。偏爱。这个偏爱，刚才好像也有个小哥也点过哈。时光洪流。啊，好，已经很多了。攒了好多，我已经记不得了。想见你，永不失联的爱，偏爱，爱你。好了，别的我不记得了。我们来一首那个邓紫棋的《爱你》吧，这首歌还蛮想唱的，但是一直都没有唱过。是吗？分开以后每个夜晚格外的寂静，滴答滴答声大钟在陪着我回忆，电话里头曾经是你最温柔的声音，现在只有空气冷漠的回忆。想听你的拥抱，曾经是最温暖最熟悉，现在换了谁安睡在你胸口的位置，你的承诺曾是一种不自觉的甜蜜，现在一花一瓶刻在我心里。哦，给你我的心，能否请你别遗弃，一句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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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否再也不分离。哦，给你我的心，为什么你却给了我孤寂，就算爱你你也不想听，你不想听。回忆，对你最后的回忆是你慢慢走远的声音，然后你离开了没有痕迹，然后我崩溃了放纵哭泣。曾经曾经曾经，嘿、hey, yeah。
想听，哦，给你我的心，为什么你却给了我哭泣？就算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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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值得为你伤心。不太熟哎，对这个歌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就整首歌可能最熟的就是，其他地方有的时候就不会的，就编着唱。想见你。就是姐姐今天不是明天我朋友生日，想给他点一首《水星记》。什么星记？《水星记》。哦。男性朋友，女性朋友啊？啊？男生女生？他呀。过生日点这么难过的一首歌。我以为你有仇呢。那我们这个生日大事要紧，我们先来一首《水星记》好了。梳头了，受不了了。水星记，哎，好像是需要去酷狗去找那个伴奏，稍等一下。哦，刚才看到大家好多朋友都用手机在拍摄那个视频啊，大家拍的视频，传到抖音的时候可以艾特我过去看哦，可以艾特我过去点赞哦。已经发了，你好快哦。水星记，呀，没跟上，再来。
进入你的心，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？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，也等着和你相遇。环游的星际进入你的心，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？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，也等着和你相遇，让你发觉你当我还和你在跟你飞行，环游的旅途至少可以陪着你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明天过个好生日哦。这个音比较低，可能我自己那个放里面听自己声音有点不清楚，不知道你们听得清不清楚，可能声音也会有点小，因为它是那个低频嘛。怎么了？好，我们今天还有一首任务，我脑瓜最疼的，你懂，投一下鸽子，一路生花。啊，这首歌我真的已经背了一天一天，就哪怕只是那个副歌部分，因为我们要拍视频。就是发在抖音上面，然后那个副歌部分我背了一整天，我能背下来，但是吧，一唱就卡壳，一唱就卡壳，就好像你小时候背书一样，好像在台下背的都很好，然后一到老师那边，就想不起下一句，我是一根音乐，我又想不起下一句了，对，投一下歌词，先把我们今天的任务搞完。下像年少的花，不在天空等海鸥先走它。遥远的帆，任风浪太大，为梦再痛也不会害怕。远走的风沙去谁的天涯？春天可曾在哪里见过它？时间的手。沉默不说话，我希望时光倒愿望一路生花，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，时间的阴谋如是现谁的韶华，疯狂的人类夹带着温雅，我希望时光在重生。
希望许过的愿望，一路鲜花护送那时的梦，抵挡过风霜。指尖的樱花如是鲜水的韶华，疯狂的热爱夹带着温雅。我希望许过听不到。丽丽，我们再来一遍吗？需要吗？要吗 ？OK， 再来一遍吧。就今天晚上这两首歌的素材比较重要，多来两遍。少的话不在天空等海鸥先走，它遥远的帆任风浪拍打，为梦再痛也不会害怕。远走可风沙去谁的天涯，春天可曾在哪里见过它。时间的手许过的愿望，一路鲜花护送那时的梦，抵挡过风沙。指尖的樱花如是鲜水的韶华，疯狂的热爱夹带着温雅。我希望许过总是看不到，总是会被挡到。主歌它不挡，一到副歌它就挡。远去的风沙去谁的天涯，春天可曾在哪里见过它。时间的手抚过了脸颊，他们谁不沉默不说话。我希望许过的愿望，一路鲜花护送那时的梦，抵挡过风沙。指尖的樱花如是鲜水的韶华，疯狂的热爱夹带着许过的愿望，一路鲜花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。岁月在
窗上你留沧桑的喧哗，安静的夜晚你在遇上谁吗？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鲜花，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。之前的一幕如实现，谁的笑话，疯狂的热爱夹带着威压。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鲜花，像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。岁月在成双你留藏藏的喧哗，安静的夜晚你在想谁吗？安静的夜晚你在想谁？这边应该可以了。妮妮，我们着急吗？妮妮，最后一首，想为大家再争取一点时间。那妮妮说了最后一首。天哪，家长什么时候来过了？我刚看到直播间灵动那边投屏，他时不时就没有了。然后哎，家长还在。我刚用手机点过来，欢迎家长啊！然后谢谢我们的青哥，刚来青哥刷礼物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，然后还有梦哥，谢谢家长。然后我们接下来时间可能不多了，其实我不是很着急，我每次路演都是唱完两个小时以后我也不想走，还想接着唱。尤其我觉得虽然我今天是第一次来这里，但是我觉得这里的观众朋友还是特别的热情，尤其是小姐姐，小姐姐比小哥哥还要热情。哦，已经拿到签名照了。那个我们最后再来一首歌，然后大家如果还有喜欢听的歌，又没有唱，我今天又没有唱到的话，我们每个月都会有路演，就大家可以关注了我的抖音号，然后在抖音下面评论说哎珊珊我想听什么歌，或者私信给我也可以。有时候私信可能会太多，我不能说每一个都回复，但是我尽量都就是闲着的时候我都有在看那个私信，在看回信。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，大家一千年以后 JJ 的那个一千年以后，别等到一千年以后。 OK 可以。这首歌我主歌不太熟。调一下调。哎。心跳乱了节奏，梦也不自由。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。撑到一千年以后，放任无奈淹没尘埃，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。哦，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要的爱，因为在一千年以后，世界早已没有深情挽着你的手，亲吻着你额头，别等到一千年以后，所有人都遗忘了我。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，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？始终守着你走来。哦，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要的爱，
因为在一千年以后，世界早已没有我，无法深情吻着你的手，亲吻着你额头，别等到一千年以后，所有人都已忘了我，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，能有谁却开缠绕千年的寂寞。哇，这个风声，伴奏里这个风声，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，亲吻住你额头，别等到一千年。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，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。唱着唱着我又开始颠了，最后一句没有唱好，谢谢大家的掌声哦，谢谢大家。然后今天我其实不着急啊，但是我们的这个摄影老师啊，还有这个音响老师啊，他们是要下班的，加班要加钱的。然后呢，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就是网红街啊，来到这边为大家路演，以后呢可能会有很多的机会，毕竟感受到这里的朋友这么的热情，也很想来这边以后，就是今天因为是第一次来，也不知道大家比较偏喜欢什么样风格的歌曲，然后就随便带来了一首，对，随便带来了一些歌，然后也让大家点了一些歌，就下次再来的时候，我希望能够在评论里面看到你们给我留说，哎，珊珊，我是今天那个网红街看你路演的那个谁谁谁，下次你来我想听你唱的什么什么歌，这样子，然后下次我能为大家带来就是你们喜欢的歌。还有就是大家记得今天用手机拍摄的视频都可以发到抖音上，然后去艾特我啊，虽然路人视角我总是被喷被骂了，还好范思思是我师姐，然后那个小阿七是我们的同事，就是大家路演的基本上下面都有黑粉骂啊，这个路人视角拍的就跟那个什么自己拍的不一样，就没有那么好看。先问大家一下，我本人好看吗？好看。直播间的兄弟们听到了啊，这是现场的朋友们的呼唤，大声点。好看。我估计是这批路演里面最自恋的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支持。然后呢，今天的路演唱歌可能就到这里了。大家一会儿，就我们灯光师还有音响师他们收东西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喜欢我的可以就是想要跟我合影的可以过来找我，不要钱啊，我们这个路演场地总是有人害怕，这之前总是有人害怕说，哎，闪闪说跟他合影，但是我该不该上去呢，我敢不敢上去呢，然后就不太敢上来。我想说，第一我不吃人，第二干嘛都是免费的，就是不收钱的，大家不要害怕。然后大家有想要那个过来合影的朋友呢，就可以过来合影了。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大家记住我啊，我叫鱼闪闪，猫吃鱼的那个鱼，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签名照上面闪子边上可能会画了一条小鱼。对，然后大家可以记住我，没有关注我的抖音号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。然后今天我们路演就先到这里啦，谢谢大家驻足了这么久听我唱歌，谢谢谢谢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想要合影的朋友可以过来找我合影啊，然后我们那个直播的师傅就可以把直播关掉了。好。